很神奇吧？我等了两个小时吗？真假的？没有那么多了，差其实差不多。这里果仁和，这你新买的棉衣吗？没有，可是重点是我是这里面再穿了一个外套，哦、我这胸怎么这么厚？我现在给的就是减脂灵了。我买。行呗，我都行。这一桌，哇哦！天哪，太开心了！他们家老师在看什么？我在写字。你要写什么？就是知道这是什么？知道什么？不知道哎，你可以说一下。好会画画。自己画一个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叫五角星。哇！平行四边形，哇，笑死了！最后一个，见过吗？没有。知道这什么吗？原型，是鸭蛋。见过吗 ？H， 这是梯子。梯子？什么鬼？这样拍沙子超级漂亮的耶！是吧？是沙子漂亮。就是有一种金。你的手，你最漂亮，你最漂亮。你是什么世界的蔡老师？你这光很好看耶，好冷，虽然海边很美。哇，好白呀，这个光。对，好冷呀。你这个光好好看啊，你这是侧着的光吗？我给你侧着。你对呀。蔡老师，请问你几岁了？我今年280。280？ Let's go。两岁。一号选手蔡冰。一号选手啊，请投给一号。Let's go， 我赢了。哎，蔡老师赢了，蔡老师赢，获胜，获胜。我赢了。一号选手得分。我要卡掉。真的可以演这个。不错，不错。稳住。你是爬到哪呀？你是爬到哪呀？爬到哪呀？爱跳舞直接大跳下楼，吓到我。